邪恶里，大刀劈尽无理事。逢星期四晚九点半，现代豪侠传，客家佬、阉鸡、四海、啤梨。好，翻嚟第五节嘅现代豪侠传，我系啤梨。阉鸡，客家佬。嗱，我哋咧其實最撚憎講中國嘅嘢，咁但係客觀現實咧，有陣時真係唔到我哋唔撚講嘅。鬼撚叫一個咁撚樣嘅強國，所謂強國嚇，真係佢真係唔撚知醜嘅，喺撚正我哋隔離咩？而家啲撚樣仲可以話過嚟啊過嚟，真係屌你老母！分分鐘我哋真係遲撚早咧，我都要好似以前咧日本片個僆仔睇嗰度啊，咩怪人七十面相咁樣咧，係咁變樣，屌你兩包撚到掉掉連埋啲咁樣。佢咪翻嚟屌你咁畫壓妝，如果唔係真係遲早俾人搞撚硬。OK， 好啦，今日我就想呢一節咧就冇片嘅，我又想講一講咧喺李波事件風波之後咧，嗱而家除咗我哋呢啲台啦，或者個別網台啊都會講咧，我諗真係冇乜人報啦。就係、是、我想講嘅咧就係余傑，知唔知邊個余傑啊？即係一個女美大陸作家啦，即係之前都寫好多呢啲敏感嘅小説咩咩中國影帝温家寶啊之類咁樣嗰啲啦。好啦。即係中國教父，咁佢咧就準備寫一本新書啊！呢個余傑咧就叫做《中國教父習近平》，咁佢咧就上個禮拜咧就獲呢個開放出版社嘅總編輯啊金鐘咧啲老友記啦，咁啊通知咧就要暫停出版啦。咁我就會介紹下開放出版社啦，又會介紹下金鐘啦呢個人物。金鐘都我諗都有七啊幾歲㗎啦。OK， 好啦，咁開放雜誌、開放出版社，咁啊決定咧就唔出啦。咁啊，女美作家余傑咧，就琴日喺佢嘅蘋果嘅專欄度就話，原定下個月出版嘅新作《習近平嘅噩夢》啊，嘅僵夢啊，喺從集權反腐鎮壓爭霸四方面入手，就講述呢個習近平政權嘅本質，發掘習嘅三大目標。但係啱啱呢個禮拜日咧，就收到啊金鐘嘅電郵，就話佢哋經過再三嘅斟酌底下，決定暫停大作嘅出版。之前佢勉強出過即係中國教父習近平，中國影帝就温家寶 ，OK。但係今非昔比，餘亦無力承擔巨大後果，咁啊好清楚啦 ，OK。咁啊餘傑其後聯絡香港五六間其他出版社咧，但係均被婉拒，咁啊結果新書就無法喺香港度出版。咁啊餘清咧理解出版社嘅壓力同埋危險。而新書的台灣版就會在如期一下月出版，但是他對於新書的台版書能不能夠進入香港銷售呢，他都不樂觀，他考慮透過 Facebook 接受本港讀者訂購新書的 PDF 檔電子版作最後的抵抗。各位，我們就真的不可以鵪鶉的，好的，那我想大家呢，我自己看書我就不喜歡看電子版的，其實我呢即係個電話入邊都好多呢啲，即係有啲免費嘅著作嘅。但係我結果我係一頁都冇睇到，點冇點睇到嘅。OK， 因為我真係中意書就係揸住一本本嚟睇。OK， 電影就戲院睇。咁近期我就比較，因為始終係作為一個公眾人物啦，屌你老味，咁我就費撚事喺戲院度睇啦。咁有陣時喺屋企度睇到翻啦，唯有哦。好啦，咁啊，屌你老母！但係下個月咧就會如期喺呢個台灣出版嘅嗱，所以今次咧各位朋友。如果你仲有猶豫，對於三月八號跟唔跟我哋一齊過台中旅行，抱有半點懷疑，好似阿閹雞經咁話，到今時今日啊，俾阿家佬屌佢，仲係話五十屌你咁撚大個男人，去就去，唔去就唔去。點解 ？OK， 你老闆啊！我哋就算就要另外俾多4998，我就要親自踏足呢個自由之都、自由嘅土地台灣，去買呢一本余傑呢個本身係內地嘅作者、大陸嘅作者。去旅居美國，因為我而家仲喺大陸已經死撚咗九年啦！屌你老尾，仲咩啊？喂，習近平，你揾人去美國拉鳩佢，咁撚有型，我搶住去美國拉鳩佢啊嘛！我要搶住去同客家總統握手添。嗱，我就去台灣親自，因為阿余傑話咧，佢對於台版書能否進入香港銷售不樂觀啊嘛，唔緊要，我就親自去孭，我就真親自去孭呢本《中國咩習近平嘅噩夢》，屌你老母閪！喂，老實講喎，話時話喎，如果我真係最衰輸重嘅喎，如果唔係我孭得一千幾百本咧，走翻去，我唔俾你入啊，唔係啊，入境啊，走翻去咩？屌你咯，咩喺咩尖沙咀啊、旺角，真係揾到食喎，真係嗱，因為我聽訪問啊邊個啊，一人帶十本咯，我哋啊咩啊，阿李波啊，佢哋嗰啲書啊，你知唔知有啲書啊？
一本執成百萬可以，一百萬一本。喂，我哋如果我哋呢團有三十人嘅，每人執十本，都係三百本啫。三百本，咁揾下飲茶咯。好撚辛苦啊！你想發達？好啦，咁我啊想講下咧，嗱嗱餘傑嗰啲即係。佢個風波係始於兩年前嗰啲，我唔講啦。我反而想講下開放出版社。嗱，呢個開放出版社咧就係香港歷史悠久嚟嘅。佢個創辦人就係蝦公。蝦公你有冇印象啊？蝦公，蝦公咪蝦咯，客家人蝦公啊。咦，蝦蝦個蝦，蝦公個蝦。你有冇印象啊？有嘅，以前佢同阿三蘇都係寫怪論噶。屌你哋唔諗係啊嘛？咁啊誒，即係嗰啲三級底文章嚟噶。咁啊，蝦公就原名許國咧，就曾經任職明報，但係後來佢就應該就係同。阿查良容唔撚妥，咁啊，於是乎咧，咁啊，漏埋呢個金鐘咧，就出嚟一齊搞呢個雜誌，就係呢個開放啦。香港有幾本呢啲咧，即係唔好計七八九十年代冇做咧，開放、前哨、爭鳴。嗱，其實如果你話要拉人嘅咧，咁呢三本書都係拉人嘅啦。屌你老母，香港有出版是自由，一國兩制根本就唔需要講咁多嘢。你嗰班咁嘅馬英國啊，或者甚至乎而家即係。國務院又好，屌你老母！嗱，其實正式國務院佢哋而家冇乜 statement 嘅，淨係話《環球時報》咩《環球時報》又唔撚代表佢哋中黨中央意思，咁黨中央有咩意思啊？堅決維持一國兩制，而家點樣一國兩制啊？如果一國兩制，我哋嘅理解就我喺香港，屌你老母，日日指撚住你，屌習近平，屌你老母，日日嗌打到共產黨，日日屌你老母踢鳩你哋嗰啲資料出嚟，理論上咧就只要唔過嗰條羅湖橋咧就冇事噶嘛，我哋一向係咁諗噶嘛，咁原來而家咁樣都冇得玩，好啦。咁我哋呢啲冷知識係一定要識嘅。咁啊，跟住咧，但係點知一搞咗呢個開放雜誌之後咧，蝦公咧，即係之前嗰個許國啊，咁啊唔夠半年咧就釘撚咗。咁啊，結果咧就金鐘咧就一直就將呢個開放雜誌由1980年代啦就搞到而家。咁啊其實開放雜誌就唔會好多人買嘅，我都唔睇開放嘅，因為我就一直係真名嘅讀者嚟嘅。OK。咁佢啊，當咁多年嚟咧，佢就係多次被中共即係遠性組織，其實都係約食飯啊，啲國安啊，了解下金鐘係咩人都冇乜大不了嘅。咁佢個心態咧就係覺得咧同李波一樣啦，有咩大不了啊？最多咪唔翻大陸。嗱，呢個就係佢哋做出版人咧，佢哋係覺得自己係媒體人嚟嘅啫，即係純粹係愛嚟揾食嘅啫。OK， 咁唔翻大陸咪冇事咯。咁啊，當然啦，金鐘呢一個人咧，其實真係想翻唔到啦。1996年咧，佢同司徒華、李柱銘嗰啲都被列入咗中國的黑名單嘅，好啦，但係咧，而家咧呢一單李波事件咧，大陸共產黨咧就親自將條底線咧打破咗，即係話即刻出現嘅情況就係 page one 首先下架，開放出版社唔撚出，亦都唔有聯絡單五六間出版社，冇人夠膽出。嗱，呢個就係現實啊！真係我好遺憾，我冇錢，亦唔識搞出版。如果唔係，我一定幫佢出。屌你老母係，你冇辦法㗎。你話咁，你係咪撩鬼攞命啊？喂，你越係咁樣打壓，你就越出。嗱，首先我想講，如果而家冇人出，一出嗰個就梗係拉啦。但係大家去想像一下，如果而家香港有100間、1000間，個個都係咁出，或者個個都係咁 share 喺網上面，佢拉得幾多個？屌你咪就係冇呢個種啊嘛，係嘛？咁啊，香港咧。即係一葉知秋，屌你老母！你香港又話要網上23條，而家出版咧就自我審查到去到呢一個地步，屌你老母！咁你點搞啊？仲點玩啊？咁啊，希望大家咧嗱可以咁樣啦，即係如果能夠跟我哋台灣就梗係跟我哋台灣啦，跟唔到我台灣咧，咁啊睇我啲 Facebook 嘅 friend 度 search 或者自己 search 餘傑，咁啊睇下佢點樣擺啊，佢應該未擺嘅，個傑就係木字下面4點嗰個傑啊。OK， 咁啊睇下嗰啲 Facebook 或者 PDF 版啊，或者嗰啲網上版啊，或者 Apps 啦。其實而家最簡單，我覺得出 Apps 書最好啦。咁啊，我哋都要支持下嘅，作為最後抗爭之中嘅抗爭。OK， 咁當然啦，其實呢啲咁嘅習近平的乜乜啊咩女人嗰啲咧，嗱可信性咧就佢哋自己都話啦，有啲真有啲假。咁好多時都即係又有娛樂性嘅。屌你，就算全假都咁話噶啦，係嘛？咁啊都係要睇嘅，要講噶啦。OK， 好啊，下一次翻嚟再講。邪恶泪，大刀劈尽无理事。